从其动关系，通体韩国反击的创作人林生秀、韩国总运风等的新年，在国共同来推出准时雅典出众，也是一种共同是否韩国出发的音乐创作，大部分国曲同是否同新片上向亲情压调，无穷有的感情连连落落起来。同时，未来探讨传统的农村面对全球化、产业新样的来转变，又会用的来做应用咯。雅典出众是得到了32届金曲奖、上吊年费最佳中正设计奖同最佳乐团奖。今年的金曲奖内列专题，带领参加向下擂台亚洲事务展示。东入日头的故乡，一从太上公出，是因为感染 WTO 受到东太阳境界影响冲击美浓，因此是以雅典做主力经济走法，外在高出发。东南提手推翻，强吹过足双轮班，雅典水卡村，台盘西盘，将主文。雅典重头水都两项游戏，系部分菜界下少数韩式的世界强菜。几条沟冲出农村劳动力唔拉嘅问题，咪讲出雅典对美浓两个小钟头有几重要。我想喺美浓一些嘅作物来俾我们美浓去养咗石头之后，生出个新嘅经济作物的话，又有菜地型的话，又跟全球化跟气候变迁有关系的话，一个东西一听就喊了雅典。所以我想雅典出走出的是一种雅典出走，雅典出走，万年阳风都海山大草浓酒，雅典出走，雅典出走，万年阳风都海山大船游索。全世度每一条歌，拢系林先生同钟润峰互相发度嘅观察。今年写世界、写气氛，冲动起未冲突起。我用食物来写一个转世，主要还是想要吃，用农药师沙皮变化以外嘅手法，系咪能够写出对总体来讲，各层客、各文化好、各人类好方面的一个写法，所以想要用食物来写歌吗？钟润峰用平时写嘅东西来写词，林先生用系统台湾西行嘅歌、俄罗斯嘅音乐同西西世界嘅记忆，表演歌曲都来创作。但到一篇上嘅内容，本林先生讲系笔记音乐。我形容那个笔记音乐看咧，譬如讲啊，伫那个台风地带，相当安尼韩式世界唐丽文舞，我也系个大舞姿，韩咧爱相当吉蒙亚生意的世界韩式。这个孔乐万飞，我们张浩有个闽南的一个爆笑肚皮舞王，也是跳舞古地辈的，人开跳舞的也很爱乡下顶个人总跳这个卖跳舞的那个，很跳舞跳练跳法的那个皮哦。贵重转世用农村做背景来创作，人爱惜山村，大家人对惜个东西拢有一份感情。甚至我吹甘四年个推出好节目，持续用热情创作，关怀土地，关心农村，不是天头。大家新闻公众面对影片特别报道。